这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中华台北。皮特盖德是今天两帮的队员里面唯一一位经历了12年前那场中单对决的选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球盖德判断失误。杀上网之后扑追身，造成推压追身，造成盖德的失误。丹麦的两个教练彼得森和保尔森。盖德在小组赛对阵韩国的那一场对阵李炫一，赛后呢他说他得到了全场观众的支持，因为是在中国比赛，他说他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多人会支持他。至少他可能觉得至少一半一半，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中立嘛。对，其实有人说得好啊，但这个中国羽毛球迷支持盖德就像乒乓球迷支持瓦尔德那样一样。像他这样的老运动员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林丹一开始打得非常的积极，就尽管在前面是12-3这样一个压倒性的这个比分，但是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盖德的这个实力，所以一开始他的这个调动会更充分。头顶突击，就像你说的，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林丹这场球就是比前面的比赛可能开局更积极一点。其实这场球像前几分他的这种突击并没有说强攻来的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场上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看他的启动能感觉到他是不是准备的更积极或者什么。这边有时候可能觉得，可能观众可能觉得好像强攻多了才说明是我卖力打的，或者是，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这球盖德放网的质量很高，对，造成林丹挑球出底线。这场比赛从开场来看呢，双方还是确实体现了就是我们所期望的，这个胜负先放在一边，期待两双方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精彩的比赛，对。林丹和盖德从开局来看，是在给大家表现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就是技术非常全面，对，在场上的手段很多，对，而且大家都很积极，就是大家都在寻找这么一个突击的机会，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属于可能先打拉开，然后寻找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机会，并不是说一上来就会盲目的进攻。盖德也是想通过手上的这么一个停顿来破坏一下林丹的启动。林丹现在5-1领先。这球是界内，
接发球挑对方正手底线，盖德呢被动在正手底线过渡，自己吊球没过。好球，这个球抓一个正手不到位的机会，点劈。这个球双方打的都比较耐心，而且现在就是有一些这种技术的体现。其实现在男子单打的这个观赏性也是很强的，除了男双它这个速度快，混双速度快，很激烈。这个男子单打其实它体现的技术含量、战术手段还是最丰富的。对，尤其是林丹啊、盖德、陶菲克、李忠伟这些最高水平的，还有包括鲍春来、陈金啊这些选手，最高水平的选手之间的对话。对，男单有时候观赏的就是一个他的这种战术的合理性和线路的这种如何去配合，去给对方设这个陷阱，这么一个乐趣。8-3，林丹现在领先5分。手指上，手上还是想控制的特别贴网。对。突然起跳，正手点杀。就林丹过去比较可怕的也是这种突然加速、突然变速的这种突击。对，以往其实有时候看林丹后场的这种突击还是对角线的线路会多一点，但是今天他也可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去攻盖德的这种正手，所以他在正手进攻线路上像刚刚成功的两个都是正手起跳攻边线。反击，但是盖德防得不错。对，其实林丹就是你说的对角线，他还是有准备，对，知道你习惯线了。对，虽然你攻两拍那是虚的，可能林丹也会觉得说，我前面已经攻两个直线，我已经成功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把你的这个重心已经打过来了？我这个时候再去攻我的自己的特长线了。所以这就是斗志了。对，但其实盖德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会习惯性的去，就是。防他的就注意力还是在他的这个就是对角线这个线路上，就像你牵扯他的注意力，这个阳弓的还不够，阳弓的强度还不够。对，所以场上有的时候是的确是必须根据对手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你有时候你觉得对手应该要改变的，其实他并没有改变。对，这就跟下棋，就像夏元泽刚才说的确实一样，就是试想下棋，就是你有一个斗，你要去判断对手，对，要看出对手的意图。
这个谁能先看出来就是谁水平高了。五比九，这球机会比较好，林丹也很坚决。现在这个男单的比赛当中，这种中半场的抽压也会运用一些。对，其实现在运用的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这种线路上会单调一点。到了第一局的间歇，11-5。林丹今天的突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后场的进攻得到5分，盖德只有1分，盖德失误送过了对手6个，那林丹的4分失误，那盖德的得分手段还是在林丹在对抗林丹的时候还是缺乏得分手段。林丹的今天比赛的抓球突击是得到2分，杀球直接得分2分，杀掉上网目前没有得分，就是一拍打死了，所以没有这个上网的那一下，通过控网抢攻来得分呢，其中有2分，就看着都是一拍杀球得分，但是这里头有不同的战术组合，是完全不同的战术。对，盖德这个就属于控网抢攻，通过往前使你被动，然后挑起高球我再来下压进攻突击，但是他在上网推的这一拍下网失误。觉得这一拍其实他的抢的点并不是很高的，但是他还是想说勉强的去发力。林丹现在也越来越自信了啊，在往前敢于做这个手上的停顿。林丹必须通过他的这种出手，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去限制一下盖德，要不然的话两个人场上这种互相控制起来其实也会比较，就是体力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而且就是效果也不是这么明显。7-13.